到着的下列列车，前方列车为大列车。他这个新干线票还可以再转市内的那个电车。可以，请问这边的人还有没关？对，现在在直播，现在直播，然后这很强。我只要十几点就无你妈嘞，哈哈哈哈哈！直播啊，直播，靠边直播吗？能听见？他们不是现在发明一种？可以到400多公里也要发表了，是不是？对，今年已经在盖了，已经有了嘛，哦，在盖了，原型车已经有了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在盖了，技术有。好像不能走那边，这一次可以，这一次可以，第二次不行，这边可以，第二次不行。整天下来还好吗？轻松愉快，就当作在开急诊道啊一样。通常市长讲这句话，就代表他就是有一点累了，有点累了。今天开几刀啊？今天开始在开急诊道了。从早上开到现在有十几刀了。我要是开始内容说啊，当作在开急诊道。你先跟网友说一声晚安。现在台湾时间晚上10点。十点多，早一个小时，早一个小时，10:40，10:40几分，那还好啊，还好啊，你先跟他说晚安了，对吗？晚安，赶快去睡觉，我们要继续工作，你确定？他们要回，要到理事还不知道多久了。但是市长，你要不要简单讲一下今天的整天的心得？简单说一下就好了。没有，问题是我们到那个国会见的那个也不能跟大家讲啊。对。那除此之外，你觉得今天这样整天下来，最轻松是哪一场？很多事情，不过日本还是台湾很重要的，怎么讲？周边国家伙伴，很重要的伙伴。伙伴。因为我发现日本跟台湾一切都很接近，包括政治啊、文化、地理，每一样都很接近。它一样也是有那个夹在中国、美国中间，所以它的困境，有时候听说，你们怎么处理这个局面？
有企划。那今天去富山这样，就台日观光论坛，你觉得对于推动这种台湾的观光到日本？对啊，其实今天主要是因为日本观光业界都来嘛，他们观光业界等于他们等于什么年会也一样，所以坦白讲，我也发现哦，我现在回去有没有要推啊？那个日本休学旅行，我现在还在推，就是说日本高中毕业生来台湾毕业旅行嘛。我上任的时候10000多人，去年增加到40000多人，但是我觉得那个可以规模，啊，那个很简单，就把业界找来，哦，你们很想赚钱嘛，对？那你告诉我你们怎么做可以增加那个来台湾毕业旅行的？那，啊，他讲说就帮他做，这样就好了。那回去后交代刘宇廷下去把业界全部找来开个座谈会。好，交代刘宇廷，好，大家都听到了。有啦，那个就把业界找来嘛，把他们的建议那部门别列，那再发给各局处去做就好了。是啊，刘宇廷在留言说你说错，其实是50000多人。没有，但是台北市没有全部来。哦，那50000多人，我们那会到台北市的才73%。那有的没有到台北市的。这跟那个到台湾的观光客啊，会进台北市超88%哦，但是来日本来台湾毕业以前会进台北市的才75%。好，我们要上电车了。好，今天晚安了，上车上车，对，三手线。好，市长要回饭店休息。这个不是那个不。多少有好久到了，红色的是国外做，另外一边呢？不是啦，那边是国，这边不是啦。他不太要做的啦。市长不是要做国外做？在找国外做。市长不是要做国外做？做一下，还是能够下跑一下。这边都下跑了，这边都你看，做一下，把日本都下跑了，就是大家就跑光。像老外你也厉害。没有要做。车票日币要12000块，天哪！你不知道，哦，我不知道你，那是高铁票了，那是刚新干线，新干线的。现在台币对日币是多少？0.29，0.29，就涨了，0.29了。是那个一个对3.3块啊？对啊。我说这张单程要4000块，这么贵。日本还是比台湾的还贵。哎，好了好了，还没想问什么？没有了，没有要问什么，这样就休息，我就休息就好。我发现我脑袋里面装了越来越多不能讲的东西，好吗？我到底什么东西都不能讲？啊，不是，哎，没有。好了好了，对啊，我脑袋装了越来越多不能讲的东西。哪一站要下车了？大家要。这一站就下车了。我看你们都回去要补妆了。卖有北宫威啊！面露憔悴，卖有北宫威。我发现每个人面露憔悴之色。化妆很敏感哦。卖有北宫威哦。哎，奇怪，有没有自由时报的？没有吧。自由时报，很想念自由时报，是不是？自由时报没有来哦，你不要趁的时候在那边。哎，好。在直播。在想什么啊？我跟你讲，昨天想说今天要来，要把下个礼拜一做那报告、PowerPoint 的写到快半夜，我说是。就是让你昨天半夜才睡觉。没有，包括你下礼拜一的，好像六日不在，一定要昨天要做完呢。下礼拜一议会吗？对呀。搞不好你不用上台啊。会来会来，所以让我一张开，所以让我上去。开始。民进党团说你不道歉。奇怪，我们每天被骂，人家都不用道歉的，我就会每天很惨。等到有一天你们私底下再跟你们讲。你要讲什么？这个叫……其实也没有什么的。对的，我刚才听一听也是蛮同情他的。好了。同情他？是谁？同事间，不是根本就不同情他。郭台铭告他三审电案花1500万，是不是？
所以他要赚钱养家。好，郭台铭告他。郭台铭不是，哎、欸，不是郭，哎、欸，是谁告告王世坚诽谤案？加重诽谤案，查查看，他在 Google 一下。他到底还被问了、啊？他一直在敲我。你被关掉了啊？没有啦，来来 ，Google。好了，爱 Google 有。好了，这样聊一聊，今天这样整天做那么多轨道运输，觉得这边有这边的轨道运输有什么事？因为日本，所以说哈，我每次在讲，我每次跟那个在讲说，我们这些留美派的人，像美国的交通运输都是汽车嘛，小汽车，那很其实，在都市里面轨道运输也不够，所以我们在美国学的那些交通建设回到台湾都不适用，有时候日本才比较适用，所以有时候。意思就是说，日本的文化、社会的风俗跟台湾比较接近的，所以其实，在都市建设，很多跟日本学的效果比较好，因为他们比较接近的。像美国就很少轨道运输啊，其实在纽约不多、啊。我在明尼苏达的时候，根本没有地铁 ，LA 也没有地铁，也没有这种捷运站，公共运输都做得很差的，所以。你觉得这边还是有值得取经的？其实日本对台湾来讲是比较值得学习。查到了没有？洪世坤哦，是不是秋意啊？还是秋意？秋意什么报性侵，然后是没有到1000，多少钱？那你要哭我不是？那对了，你要写，你能不能给他写1500万？再查一遍。可能要我们查什么？刚刚太远没听到。好吗？没有。好吗？我认识的，左边的那里。斯明德啊，斯明德150而已啊，才150。对啊。那还好嘛。你怎么自己给他加个名字？跟网友说一声晚安啊，就结束啊，你们去睡觉吧啊，就这样。